这个机会呢，随着我们台歌之夜来到这里，给大家献唱一首歌曲哈。也希望呢，今天我们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节目，你们大家都会喜欢，也都会满意。来，那么呢，接下来哈，送上下一首歌曲来安排到这一首呢。我老爸刚刚点唱了一首比较抒情的一首歌曲，《五十年以后》来送给大家。